说明一下吗？哎、一点点家庭的那个小事，不占用公共资源了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大家。不好意思，我们要离开了。嗯，有见到你想见的人吗？当然，我孩子啊，我以后你们不要，我以后每周都会来的。你们等一下，我每周我都会来，好好，对，每周都会来，每周都会来台湾，还是每周都会到这里？对呀、啊，你随时可以到那个饭店来找我。那接下来是刚刚妨害你预约回应吗？哎，好像车没在这边。在那边啊，在那边，在那边。往后退，要退呀、啊！小心啊，小心，小心。有没有特别想说的？对于今天这一次的台词。我看我车在那，我下午还要。跟刘玉彤是进行式吗？嗯，怎么？这次来有，你刚才讲一下。你们要对前妻说一下。我家里这点家事啊，不要惊动那么多的朋友。简单讲两句就让他离开。好。啊、一点点家事我就不讲了，一点点家事不要占用公共资源，好不好？谢谢谢谢谢谢。我的右边，小心啊，小心不要淋到啊。